Все. И внутри тоже у него там. Успокойся. Сейчас. Пил урепти, ой урепти. Чиха, берег синтоп. Тиск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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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 heb alleen op haar gevallen. Nee. 大家好啊。 那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呢一架阿富汗空军机啊坠毁。那么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防部啊最新证实，这架飞机是被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击落的。那路透社8月16号报道，一架阿富汗的军机在当地时间周日晚些时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苏尔汗河州附近啊坠毁，机上有2名阿富汗军人已经送医救治。 那乌兹别克斯坦军方呢，今天也证实了这2名军人啊驾驶的飞机在未经乌兹别克斯坦军方允许的情况下，试图闯入乌兹别克斯坦领空被击落。大家知道，之前呢有84名这个阿富汗的军人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躲避塔利班。那未来啊，这个阿富汗的军人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多啊。大家知道，在北部地区啊，这个。 有大量的乌兹别克族啊，阿富汗人，他会选择进入乌兹别克，进入乌兹别克斯坦来躲避塔利班。那么今天呢，喀布尔机场已经陷落啊，喀布尔机场呢，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塔利班已经包围了喀布尔机场啊，但是没有进攻。那现在我获得的消息啊，喀布尔机场所有的商业航班目前已经关闭，只允许军机起降。 所以塔利班在等待美军最后的撤离，没有进攻。那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呢，喀布尔机场啊，美军向阿富汗人已经开火了，啊，这是最新的消息。那《华尔街日报》16号也报道，至少有3人在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国际机场候机楼被枪杀，啊，是由美军枪杀的。 那现在美军呢，在当地时间8月15号和16号接连开枪，以阻止数百名阿富汗民众涌向停机坪，平息混乱局面。我现在获得的消息啊，不止3个人死亡，美媒得到的消息是3个人死亡，现在我得到的消息不止3个人死亡，具体数字啊还没有获得。但是你可以看啊，现在阿富汗的这个机场啊，喀布尔这个机场啊，已经非常混乱了。 那么塔利班没有进攻机场，就在等待，美军撤离。另外呢，土耳其准备派军进驻啊喀布尔这个机场。土耳其和塔利班现在呢正在媾和，啊，那塔利班在卡塔尔，大家知道卡塔尔和土耳其已经协商土耳其驻军问题。那么现在土耳其的反对派也在反对啊，说美国走了，土耳其要回来，说土耳其的国力啊很难支撑。 自己啊参与到阿富汗的战事，所以现在土耳其是去是留，现在还是疑问。这就是现在阿富汗最新的一个情况。美军呢，如果在阿富汗继续待下去，可能会遭到塔利班的进攻。那现在塔利班呢，是因为美军已经答应要撤离，所以没有进攻喀布尔机场。但如果美军不尽快撤离，很可能塔利班会发起攻击。 那么现在，喀布尔的这个喀尔扎伊国机场啊，现在已经全部停止了商业航班的运行啊，已经被美军完全控制。未来呢，如果是土耳其控制了喀布尔机场啊，我觉得这个包括埃尔多安，包括土耳其的军方啊，会利用喀布尔机场啊，作为和塔利班和中国讨价还价一个筹码。